刚起了一个大早，现在应该才7:30不到吧。我们现在去地铁站，怎么样？等地铁应该有位置吧？哇，全部都是位置啊！今天采访一个品牌营销的一个老大，每天都在采访老大。那以前，那我们就要布局的升级了，是不是找代言人了呢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然后呢，做了之后，原来这个也不包，这个也不包，那个。香港本土非常有名的陈小姐传媒公司里面，这是其中的一间办公间，太漂亮了，哇，好多 FB。公司里面刚刚合影完，9:21，现在10:14，我们准备撤了。一个很神秘的公司，我们在这边感觉很像仓库，有没有发现？啊，那早晨来找，哎，这里面好像是摄影棚了，过来看一下摄影棚。摄影棚。我们打车来旺角，旺仔，然后等等再搭地铁，屌丝 plus 逛一逛先啦。我们现在主要是不重要，看妹子。梅花点穴手，不可以，不好意思。突然收到一个粉丝说，一直从优酷看，终于可以在 YouTube 上看我的视频。就我们现在到旺角了，现在你们发现街上的人好像比我们早晨出来的时候会多了许多哈。然后现在去找地方吃饭，吃完饭依然的中午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出来哈，待会儿见。我们现在来到楼下的茶餐厅，先吃点东西，快，不行了，下午2:00还有采访。开门，准备出发。咻，我们现在来到湾仔，然后我们现在去香港的艺术中心去采访一名空间建筑大师，因为在香港寸土寸金啊，这个地方建筑空间设计是非常的重要的。现在采访完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外面风景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我们跟林先生去合影。对对对对。然后看这个也扎眼。啊，对，很容易坑的。咻，我们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回去收拾一下。刚刚看了这个林先生的这个办公室，我也立志成为一名建筑空间大师。不过，首先我现在有一间大大的看海办公室。看海的办公室很简单啊，在窗户上面贴一个海字就可以啦。我们就来到了维多利亚港看海景，他们几个女生要过来看，这边也是很多会来到香港的人会来的地方。今天天气比较灰哈。
现在准备坐天星小轮去旺仔继续吃饭。来到维多利亚湾，花2.5元，然后坐这个天星小轮可以到中环或者到湾仔，风景很美哦。现在准备回酒店了，太累了，今天走了差不多有20000步了哈。依然买了一点东西晚上喝吃回去做片。哦对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关注哦。还有一个，有朋友在 BB 上面问我说哪里还能看到我的更新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维可电影，好，我会打在屏幕上，维可电影也可以看到我的更新哦。好，拜拜。